全集中道の呼吸死の方やめてください。各位，我们今天为了抽这个青燕的探子党造型呢，我特地起了个大早啊，好不好？那刚刚我出门吃早餐的时候呢，我看到一个老奶奶要过马路，我没有扶她，我就放给她自己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觉得我扶她的话，运气会被这老奶奶给吸走啊。我要维持我今天欧洲人的气质，好不好？而且吃完早餐之后回到家，我就打开一个布丁，布丁的膜我也不去舔，为什么？显出我们的高贵，这么高贵的欧洲人怎么可以舔布丁的封膜呢？各位，就是今天的决定我们欧洲人身份的时候到了。我今天去银行贷款了30万，没错，30万，货真价实，好不好？为了这个探子长的造型，我倾家荡产。那在上次的米豆子影片的片尾啊，我承诺各位观众啊，如果今天我探子长的造型少少出，我就会抽出一位幸运的观众，送他一个免费的探子长造型。我想啊，听到这边你们各位观众肯定很兴奋，对不对啊？啊，你们是不是很兴奋啊？啊，那我们在抽奖之前，肯定是要来了解一下抽奖规则的吧？那我们来给各位看一下抽奖规则哈。5月8号到5月14号。每天都可以免费抽一次，那有几率会吹破超大葫芦，就是有几率会吹破超大葫芦。那吹破超大葫芦就可以直接获得这个探自然造型，那其他你吹破的葫芦都是小葫芦，跟你各位观众一样。那在这个活动规则的最下面有写啊，有几率直接获得大奖 0.37%， 所以各位有 0.37% 的几率直接吹到皇帝的大葫芦。OK， 那我想必各位是非常了解规则了啦。那现在我们有贴这个色即是空，然后这里还一只闪七一，那条件具备完成。我们先不戴那个头巾啊，好不好？我们先不戴那个头巾，因为我觉得我们身为欧洲人呢，怎么可以戴那种什么必胜头巾？漏掉了，漏掉了，好不好？有免费吹一次葫芦的机会，一抽下课，剧本都写好了啦，好不好？这个就是一抽中了，然后我就送出一个免费探自然造型给各位啦。哎呀，真的是，哎呀，我怎么，哎呀，要抽快抽了。在那边哎哎叫，同意请按赞。来哦，我们的免费吹一次葫芦 ，Let go Let go， 免费吹一次，不再提醒。嗯，各位我不要看，哎呀，今天心情很美丽呀、啊，一抽中，各位就会知道说，哎呀，我到底有多屌啊！我去 ，OK OK， 各位，不行了，看来真的不行了。我们再次化身日本职人，好不好？我今天为了这个探子长的造型，我还特地起了个大早，肯定是要让我少少出的吧，各位。日本职人又来了，你可以不要一副关爱智障的眼神看着我吗？OK， 我们不要屁话了啦，好不好？今天我心情很美丽，那早上我也没有扶老奶奶过马路，我吃布丁也没有舔封膜，而且昨天晚上吃麦当劳薯条还加大，我预感到了，就是今天，我这辈子的运气全部灌在这个探子长造型上，来吹10次葫芦，450点，小钱小钱呐、啊！哎呦哎呦，不要看不要看不要看，哎呀，我闻到这个吹葫芦的味道了。嗯，吹葫芦是什么味道？来，没关系，我们看一下。这，那、啊、怎么都垃圾啊？我看一下历史，哇，一看各位，一堆垃圾。我想到了，各位，肯定是我们没有跳舞来祈求上天赋予我们好运。来跳舞，这个人说跳就跳啊。OK， 祈祷舞蹈已经跳完了，来吹10次葫芦，吹烂，来哦来哦，闻到味道了、哦，它特效可以再更多一点吗？就写个两个失败，就浪费我450点券，你好歹特效可不可以华丽一点啊？啊，哇，我现在连吹破一个葫芦都没有哎、欸，是不是有点不妙啊？各位，你不要用那种关爱智障的眼神看着我，没事各位，其实这种。这么好看的造型，花一点小钱是值得的吧？对不对？随便啊，随便来，这个不再提醒，没有人要看你的提醒了、啊。来，
成啊打啊成功啊啊！各位，我们已经拿到了第一个奖励，我还以为会直接吹破超大葫芦。哎呀，来历史这个快速选择吧，选30个奖励，免费抽10次，不再提醒。来哦！啊啊啊！又有啊啊！高潮了，高潮了！啊，这个就是抽奖的魅力，各位。你不要那种关爱智障的眼神看我，感觉来了，我们剩三个葫芦就可以拿走这个炭治郎的造型，看来是少少出啊！哎呀，闻到了，破掉破掉！啊，真的假的啦？高潮了啊！各位。你要没得克拉塞？冷静。古人说得好，乐极生悲，阿弥陀佛，蚵仔面线，巴拉西龟。OK， 我们现在已经三个葫芦了，哎，一瞬间的事。那我再猜，这次又中，中啊！真的假的啊？我出门会不会被车撞啊？我已经中四个葫芦了，四个了，我才抽多少点券而已，哎，不会吧？剪辑师帮我上 BGM， 游戏王的那一个，好帅。决定胜负的一抽。我止不住我兴奋的手指，有没有女生要来让我摸个两下？来哦，各位，下课，破，没关系，全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，好不好？全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，历史点下去，有没有？快速选择，选30个奖励，免费抽10次，来来来，各位。你不要那种关爱智障的眼神看着我，各位来哦。三つの呼吸、下の肩。啊！哇！心痛啊！怎么没有中？快速选择，选择20。来，我们小夹子气，谁用免费再抽啊？小夹子气，好不好？推十次葫芦450，来。看来我们那个五道老天爷已经不满足了，我们要换了。OK， 幸运五道跳完了，那再来个步骤呢，就是扫扫出这个炭治郎的造型啊。哎呀，谁烤？真香啊！来，你闻闻看。嗯，他也闻了，他说真香。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真的很不好意思。哎呀，来哦来哦，中奖，破，你不错，你不错，好不好？我们历史这个随便抽，反正不会中，随便的，随便，随便，随便的，随便的。如果我们这一抽，我们再抽一次，如果没有中，我就要献出我最终极的武道了，跳给老天爷看，让他感受我的诚意，我的诚意满满啊！来，破，啊，干！老天，啊！老天啊！哎呀，我感谢你呀、啊！哎呀，哎呀，说不完的感谢呀、啊！各位，
叫我欧皇，叫欧皇。哎呀，我整个是，幸好没有扶那个老奶奶过马路哎。这一定是老天爷给我的难关，你知道吗？派一个老奶奶要来吸收的精力，幸好我没有扶她过马路，幸好没有。来，小朋友不要学她哦。哎、欸，我们花多少点券啊？好像比迷豆子还少哎、欸。我真的浑身颤抖，止不住的颤抖啊！哎呀。出门会不会被车撞啊？算一下，我们刚刚开始抽是，不要吵了，账单靠。我们刚开始抽是11590点券，那我们现在有多少点券？我看一下，7990，我们只花了3600点券就抽到炭治郎的造型。我觉得我会那么幸运，一定是因为我平常修养好，待人和善，然后个性又好，长得又帅。我觉得为了庆祝今天这一天，我晚上势必要好好的来保养一下雨伞。哎呀，哥，我跟你们跟我讲啊，我现在心中的那个喜悦啊，哇，藏不住啦，藏不住啦。你不要那种关爱智障的眼神看我。那拿到这个造型，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？就是赶快去领出来，体验一下。哎呀，炭治郎！哎呀，超帅，超帅！哎，炭治郎加速哦，来用用用用用，肯定哦，好帅帅帅帅帅帅帅！现在看什么都好帅，炭治郎回城，帅帅帅帅帅帅帅，好帅好帅好帅！炭治郎击杀，要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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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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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炭治郎惊讶炭治郎。要用要用要用，好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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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探长头像要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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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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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探长的那个框嘞，我没领到吗？哎呀，找到了！要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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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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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谁考、哦？有了有了有了！哎呀，好帅呀、啊！你真的高级，小男麦，牛牛麦！妈耶，是谁？给丢，但是我还是好爽哦！穿戴完就要试玩一下，止不住的颤抖，各位，来来，哎呦，哇，好帅呀、啊！来二技能，溜溜麦，哎呦，水车也出来了。水面斩，我记得这个是水面斩，然后这个是什么打潮？对，这个好像是打潮。然后二技能是溜溜麦，溜溜舞，好不好？水车，哎呀，这个技能我记得很清楚啊，还大招啊！哎呦，哇、哦，火之神神呢，好帅啊！怎么可以这么帅？我实在太开心了。接下来我要为各位来表演一段炭治郎。如何在现实生活中把它呈现出来？ミツノコキュー、シノカタ、やめてください。ミツノコキュー、サノカタ、痛い痛い。太开心了，太开心了 ！Take 我的脸，帅气的脸，哼，哼，官方设什么抽奖？哎呀，我这个皇帝，非洲人不是非洲人，靠，没说错，各位。那我答应各位嘛，少少出就要抽这个炭治郎造型送给各位。那么你要怎么参加抽奖呢？我现在来跟各位讲一下，你只要把今天这部影片你觉得最好笑的片段截一段放到你的 IG 限动，并且告诉大家到哪里搜寻可以看到这部影片，那你就可以参加抽奖。那我的 IG 啊、脸书都记得要追踪，那频道记得订阅我，打开小铃铛叮一叮。那最后一步就是在底下留言区打上你看完今天这一部影片的感想。那就有机会可以获得炭治郎的造型。那造型什么时候抽呢？不确定，也不一定。所以各位要准时关注我的 IG 限时动态，各位了解吗？那各位记得这部影片也要按赞，我会祝你们各位炭治郎造型，还有以后的造型都少少出，好不好？没有按赞的，我会诅咒你。OK， 好啦，我们今天的影片到这边告一段落，谢谢大家赏听。我要赶快去玩惊艳的炭治郎造型了，哇，跟着真的是少少出哎、欸。儿子啊，我的300000呢、欸？哦、oh, ，有有有有，妈妈的300000在这里。
We'll be right back.